想知道要如何选集与选季吗？挑选好想看的节目后，按 OK 键就会进入节目资讯页，往下选到选择集数，右侧就会显示该节目所有的季别与集数，这时按遥控器上的右键就可以切换到选择集数的栏位，利用遥控器的上下键可以选择想要的集数。如果想要切换季别，按遥控器的左键移动到季别列表，就可以选择季别。当季别选择好后，再按右键回到集数栏位，选定好想要的集数，按 OK 键就可以开始播放。